苍蝇，你觉得这里怎么样？是不是很酷啊？是啊，我们进去吧，里面一定更酷。怎么了，宋天？你以前根本不敢爬上树屋的，但你刚才却突然不恐高了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我知道哦，秘密就在小岛上。唐莹，你怎么会知道？你也去过那个地方了吗？什么小岛？你们在说什么？那是另外一个世界的小岛，我们所恐惧的事物在那里会变成一个怪物，还有精灵帮助我们打败他们。什么怪物啊？你到底在说什么？就像是丁浩的恐高症，没错吧？没错，我在那儿克服了恐高。你是什么时候去那个岛的？啊，就在刚刚。那个岛和这个徽章是互相感应的。我打个电话，马上回来。唐莹，你打败的恐惧是什么？这并不重要。唐莹，背上有蜘蛛。在哪里？我看不到。你帮我把它拿掉吧。我把它拿掉？我们还是等着丁浩回来吧。不行，如果让蜘蛛爬到我的衣服里去怎么办啊？我来了。萨萨和笑笑在哪儿？他们两个去森林采蓝莓浪。笑笑，你们有没有收到信号啊？来了一个新的梦怪。收到了，我们马上回来，放心吧。笑笑，快点，要回去了。等一下，让我再摘几个蓝莓。篮子启动，跟随模式。这是长鼻象，我们是精灵，我叫静静。聪聪，微微，笑笑和萨萨很快就会回来的。我是宋天。宋天，冷静一点，你可以告诉我你在现实世界中害怕的是什么东西吗？蜘蛛。宋天，你的梦怪太可怕了，我会尽力帮助你，但只有你才能打败他，也只有你才能救静静和聪聪。这是英雄之剑，它可以变换出各种对付梦怪的武器，带上它去打败你的梦怪吧。好好等着吧，我会最后吃掉你。嘿，长鼻象，我去对付梦怪，你在这保护宋天。嘿，呀，嘿。我连看他一眼都不敢，怎么可能打败他呢？其实他看起来还挺有趣的，可是现在我应该怎么办呢？这是一支笔。我该画些什么呢？蜘蛛，让我想想。我知道该画什么了，来吧。你掩护宋天，我去帮微微。
篮子启动，手动控制模式。别害怕，我是萨萨，我是来帮助你的。我是宋天，这张网快画好了。我要吃了你。是蓝莓，真好吃。别乱跑，我会一直盯着你的。微微，爬到这里来。看他吃得多开心。你们竟敢取笑我。宋天，我很可怕吧？你不敢看我，应该害怕我。真不敢相信，我竟然成功了！你就是一个真正的英雄。可惜我们被挂在了树上，错过了宋天的精彩表现。长鼻象，你能带我到四处兜兜风吗？长鼻象只能小跑一会儿，宋天马上就要回去了。哇哦！在丛林岛屿有很多奇遇，打败了缺点，这确实很有趣。听我说，我不会放弃，我们要鼓起所有的勇气。岛屿快乐再继续，打败了恐惧，努力战胜自己，没有什么可以打倒你，只要你始终相信自己，坚定自己。心灵守护者，我们坚强善良，不再流泪。心灵守护者，只要勇敢就能展翅飞翔，充满真是太有趣了。什么？你什么时候去的小岛啊？你现在是刚回来吗？从哪儿回来？小岛上，我们三颗都去了住着精灵的小岛，还有长鼻象。